师生班重新开张了。要把一部戏做好是一个集体的力量，所有的工作人员团结一致。你们大家承载着中医的希望。他是讲新一代的年轻人跟着前辈们去学中医，是展现在求学的道路上上下而求索的这样一个精神。不同的人生阶段通过中医让自己变得豁达。我们所有人抱有着很大的热情来去追逐去传播。我相信很多人都对中医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和了解。前浪和后浪他们是有传承的，一浪推动着一浪，没有休止地向前发展的。我希望我以后面对的是活人，而不是一贴上什么什么病标签的病人。我相信现场所有老师在一块把握自己角色的那种节奏拍得非常舒服，我们的创作氛围就是又拼命又开心。我们整个剧组然后大家都齐心协力的保质保量的完成了我们这次的拍摄。我第一次进到师承班的时候略显威严，也不乏家的温暖。来师承班感受到一段温暖的时光。大家都很好的履行预防的这个义务。我们这个组挨过的疫情还是幸运的。现在疫情马上就控制得很好，继续往前走。欧耶，来请吧。最后江湖见。